Hello， 大家好，春天来了，又到了吃春笋的季节了。是不是自己做的有春笋有点苦涩，难以下咽？下面由我来分享一道春笋炒虾仁，炒的焦香鲜美，口感鲜香可口，有妈妈的味道。这道菜特别适合减肥人士，还有面临高考的学生们，给他们减压，然后补充他的蛋白质。下面老的感觉切得动的，就是用刀试一下。冻的虾仁或者是鲜的虾仁，大个的。背上给它开一下刀，清水放点盐巴，白糖，盐巴白糖的目的就是去一下这个笋的这个酸涩味儿。虾仁也放上煮一下 ，OK， 煮一下。淀粉水。